来看是这婚姻到人来传出有这堵水意外，但是发生的所在是这工地，因为这维利亚一号这风台吹到去，结果有两个小孩囡仔走入去耍水船啊，跌入工地水坑。有一个十岁这弟弟在送朋友之前已经无生命影迹，即卖也有一个查某囡仔也搁在急救。发生事故的高架桥现场，外面已经用护栏隔开，因为在22号下晡时，云林县斗南镇发生淹水的意外。一对在读国小兄妹仔和同学三个人，做伙到厝附近的工地耍水，其中十岁单姓女童和李姓男童，无小心跌入一公尺半的水坑内底。李姓男童送医前已经无生命现象，单姓女童是重伤，目前搁在嘉禾病房急救中。水吼是这个消防队来救救人的阵吼，迄料的吼是超一人深啦，一个大人的深啦。水嘛拢无来抽啊，拢无处理啊，毋知积干安尼啊。当地里长表示，台面风台打过，不过有在斗南镇经过路外环道高架工地内，四界拢是积水，但工地边啊只有用简单围篱围条的，也是拄着风台天，时间单位应该派人加强巡逻，明显就是安全维护做了不足，才会造成遗憾。莫讲无责任啦，这是风台天问题，但是嘛是工地嘛是有一寡小寡有责任啦。你无来巡，囡仔当然过。你但工地无人，囡仔你算。若讲你若有人遮，囡仔算，你是看顾着你会甲发。迄无人你巡视的时阵，你囡仔去算，嘛注意袂到的所在啦。对此，时间单位工地主任表示，昨日风台无时间，但是有工人发现位置倒去，准备今日才要进行修复。看无想到发生意外，目前已经向公司汇报，该负的责任嘛拢会来承担。记者黄文林报道。